不是在左上吗？右下、啊。左上。左上。左上。啊、右下吧。哦。哦。你在左上。右下了，左上那个是第一个。哦，反正我已经把它丢进去了，没差了。哦。那个不能乱用哦。嗯，啊、可是会让你的天气啊白变白天啊变晚上啊治疗啊。没有啊，最后再用垃圾桶哎、欸，刚刚发现的。会把鹿带回家，鹿有鹿奶吗？鹿奶好像谁哦、喔？杰克的外带。鹿奶赞哦，鹿是不是有个动漫名字叫鹿奶啊？为什么没有看到其他人？为什么你们都看不到其他人？看不到其他人、嗯、他不是昨天就已经讲过了吗？他们就在旁边、哦、没看到吗？有啊，我在旁边挥手啊，看到我 Hello 我为什么要挖这么大一块？没有看不到我正常怎么啦？哈基你为什么要离我那么远？哈基对不起，嗨，不是不是，我刚在追一只会咬你的动物。好坏哟，不是刚好哦哟。哦，刚好你们在讲、啊、我在刚好在找牛。啊，那个生物会不会吃鸡？吃鸡？吃鸡？哎、欸，我还没看过他吃鸡呀、啊。说不定哪天他就吃了。真的？那就开吃了。哎、欸，是说、啊、我们的最后一位玩家是不是还没玩过、啊？哪一位？嗯，他今天有进来啊？哦，有啊、哦。进来吃鸡吗？你说最后有一个表情符号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啊，你是说就是会吃鸡那个吗？对对啦，那个会吃鸡的那个还是不会吃鸡的那个？是吃鸡的那个吗？吃鸡的，吃鸡的，吃鸡的那个有啊，他有进来过啊。附近也太多鸡了吧？嗯。哦，哇。这个距离太多了吧？我这边有那个打怪场，有需要可以来我家哦。家打怪场？哎、欸，我还没去过你家设点呢、欸。打怪场。打怪场啊，就是，挖了一个很大的平原。那个吧，对啊，就是三乘三一路挖到底这样子吧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地下平原。是修炼场啦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修炼场。肮脏的交易，交易。陨月吼，这样子肮脏不行啊。脏脏，不要讲出来嘛！好吗？不要讲出来啦！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想不到吧？也、这东西有点远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恶心！你被什么打了？啊啊！不要！等一下啦！不要！家下面修炼场那么可怕！好啦！一下就好！再一起！好啦！好啦！切啦！再会啦！不要啦！哎，团团家附近就有那个啦！我进来了。那个什么很恶心的那个啊，就哈基第一天那个啊。第一天哪个？休格斯软泥，团家附近就有两个啊，就是我们上次看到那个啊，在团家附近啊。哦，深渊国度的怪。哦，他该不是牛棒？牛棒，牛棒，你为什么一直棒？牛棒，好棒，牛棒吗？好、哦，哇，这该不会是第二个牛吧？待会加羊喽！完蛋了啦！地狱牛嘞，有点远啊，没关系，一黑一白。我就拉黑无常跟白无常。香瓜有开奖，请问香瓜是谁？香瓜是谁？香瓜是打？问他。啊？疑惑。啪吱啪吱的声音，对啊。如果我在挖地狱门的连接，所以请问你们家还有大理石吗？你想的没？嗯，想的没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引到死掉？我好怕哦。我家附近没有牛哎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啦，如果死一头就棺材了。我玻璃心会碎哦。我玻璃心会碎。
未遂了。行，好大只哦，巨人哦。肉块要用什么吗？卖哦，卖吗？珊瑚侵染带骨腐肉，还有带骨腐肉哎、欸，哦，带骨腐肉，你是不是那带骨肉放太久了、啊？放到坏掉了。对啊，哦，可能是哦。那个要赶快吃掉，不能放啊。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哎。啊！我等到白天好了，晚上好恐怖、哦，好危险。我是怕窟窿射到牛啊，他射到牛，我会叫得更大声啊。身上好满，丢个垃圾。植物魔法的，我还有300多公尺。肉能做什么？变成肉块。肉块能做什么？哦、啊、哦，什么？欸、你要大理石是不是？这边有现成的哎、欸。肉块，丢掉。哦，因为我在铺瓷砖，需要一点大理石。铝矿是怎么？那个美女看生成是怎么看啊？看生成，什么看生成？是看是什么？是哪边最多原味啊？你看那个天哦。就是你看合金的，感谢塔雪石榴，我第一次来订阅。他不是有层数吗？他不是有层数吗、欸？你可以看啊。爬手机上去不？第几层？哦，好，啊、三十级。我手机有僵尸出命了、啊，养它。不要。养起来呀、啊。不要。它可以练那个哎、欸，金炼绿宝石哎、欸。嗯，所以。我讨厌你！哇，哇，把人据点了！怎么可以讲据点的？我讨厌你！哇哟！完了，心结了。之后再养哦。耶，我看到他进了地狱门了。已经连到了吗？我已经连起来了，可是我还没扑过去，我已经看到而已。你有被人讨厌过吗？有。现在。现在就讨厌你。啊，夜长漫漫，最适合配一个咸酥鸡了。咸酥鸡。哦，外酥内软。哦。哦，这个胡椒盐撒得恰到好处。好爽哦。然后再配上、哦、这个咀嚼声、哦，不是哦，刚刚的咀嚼声是我嘴巴破洞去碰到它，我换位置的声音，嘴巴好痛、哦，痛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好多，哎呦，那个看起来很贵的石英矿。赛特是十一吗？对对对，看起来很贵，它是真的很贵。比较贵的是充能版本的啦，野外如果要拿充能版本，哦哦哦。哎、哦哦哦，我要开台喝，我要开台喝牛奶就好了。开台喝牛奶，喝一次牛奶加两趴，所以你就一直灌，一直灌，一直灌，把它灌满。对，我要灌满。为我自己本身喝牛奶会拉肚子，所以我要喝到拉肚子了。就像我在游戏都要吃螃蟹虾子一样。对啊，弥补回来。可是喝调味乳就不会有事啊。啊？就他说在游戏做现实做不到的事情，玩女角啊之类的、啊。玩女角什么？穿女装啊？啊，杰克可以，杰克做到，杰克做到，所以他不需要。啊问号啊问号，我讨厌你。又问号了，最讨厌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只好让你讨厌了。对呀、啊，这谁？
冰杯嘴巴破洞啊，是真的破掉，很痛啊。欸、而且我这个嘴巴破洞是自己咬破，然后结果它是扩开的那种、欸。哎，通常自己嘴巴咬破不是就不会跟平常破洞一样吗？嗯，对啊，会一个只会一个圆的洞在那边而已吧？对啊，就个伤口而已。然后平常嘴巴破洞是一个很像溃烂还是怎样的？我是没有说翻破，我没想到，不要我，我不知道。卖门瓜，哎谁？我唔知。妈唔知，哎谁？不要问。完了，他们的奶应该都扁掉了。我喝好多。被你抽光了吗？我从14%喝到84%了、欸，哎。我的天！哇，我喝了40口了、欸，哎。哇，你是直接蹲在那边吸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我是直接在躺着吸了、欸，直接趴在那边蹲在那吸。哎，我的爱心又多了2颗。哦哦，喝到哇！哎、欸，所以他全部喝满，刚好是全满哎、欸，我现在缺2，整个再多一排爱心吗？对啊，嗯，喝到天亮，天还没亮啊，还要再灌，还在喝。啊，这比喝酒还爽哎、欸！喝奶喝到吐了，会不会奶中毒啊？该不会是那个吧，傀儡吧？不是水中毒、酒中毒吗？有没有奶中毒？傀儡有啊！其实人不适合喝牛奶，应该说人都有一定程度的那个乳糖不耐。啊，你不要打你哦！我跟你翻脸哦！给我下来！你给我落来！下来！我较尊重的哦，较尊重。哎呦喂！哎呦喂呀！跳摆下！跳摆下！跳摆下！嗯，地狱肉块能吃吗？应该不行吧？不行，应该是不能。我点右键没反应。嗯，你原来是已经先试过了，哈哈，要凋零死哦！行动冰毛袋还要开，不小心就去吃吗？已经嘴巴先咬下去了，啊？什么？还在嚼？怪，不能吃。可是你已经中毒了，什么？还在嚼？我说不能吃哎、欸，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。嗯，受伤了，嗯，真的不能吃呢、欸。然后吞下去，跟昨天的那个一样。这个怎么这么毒？怎么毒啊？啊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然后我们回家，回家了，回家。嗯，走，乖乖哈。不能摔哦，要乖哦。好，居然这边躲一只。乖哟、哦，来来来，乖乖哦，乖乖哦，乖乖哦，爱乖乖哦。哎、欸，拜拜，不是拜拜，对不起，怎么了？白无常，他叫白无常不是吗？对啊，所以叫拜拜啊。好好好。哎呦，现在会累个，我好怕哦。超累个。又有一点点卡。对呀、啊。那就只要太多人在线上就卡。嗯，没办法，而且我们模组又大。登起喽。昨天半夜玩没人就还。对啊，我昨天跟你还是坚持到最后，但是你好像赢了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我昨天一边剪片一边弄。啊！你赢了。我昨天弄3点了。我的想法嘎哦，那我好像也快3点才关掉，想说那差不多哎、欸，不能输给小雨，太无聊了吧，不要做这个啦，不行，这不能输，不可以输，你的记忆力慢慢恢复了，我还不行，我现在只能喝奶奶，什么都不行，只想喝奶奶。啊、那个模组有浣熊吗？没有，目前没看到。没有，我看到鹿啦。动物模组，我看到鹿。没有装动物模组吧？好像没有吧。哎、欸，那我晚点要去牵鹿回来。我捞一堆石油回家。对、欸，石油大王登场啦！你好油啊！
就你是那个杀杀什么我忘记了，杀杀什么巴士，杀死 ga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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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想说杀龙巴士吗？你又想被掐了吗？对，原来你想被掐。沙龙巴士在吗？阿拉真主，我赞美你。阿拉真主赞美你。